看来哈亚没有少跟这种泰国的选手对阵啊，他有很好的经验、啊。因为他毕竟他打过 WBC 的 muay thai 的欧洲冠军，对，其实去欧洲打泰拳的泰国本土选手也很多，对，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低扫的运，哎，也用了西法，对，是很愤怒啊。其实刚刚是哈，啊，又是西法苏邦，哦，回法高扫，哦，苏邦这个高扫非常快，又快又准。对，但是还是要哎，还是要防着这种冷拳的。对，在出腿的时候，头部的啊，一个高扫，五秒了。啊，一个高扫，两个人在一个较量之后分开的时候，啊 ，KO 了，苏邦邦 KO 了，还有了 ，KO 了 ，KO 了 ，KO 了 ，TKO 了 ，KO 了 ，KO 了。他这一腿有点像，对对对。